今天我要用52块买一个带有福字的香葱咸饼干，带回家烤着吃啊。这个贵也排面了。由于这饼干比较重啊，所以把钱付完了以后，我要开车回家。真的是开车啊。你们到家了啊，可以烧烤了。今天真的是车啊，这辆车有点高档，不给你们看了。先打开饼干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啊。这个看起来有点多，这满满的一大堆啊。这每包都是一样的，我把吃不完的装起来一些啊，这些留着以后再吃。今天就烧烤这6包饼干了啊。这饼干上还有一只羊啊，喜羊羊。6包就满满的一大盘啊。现在我要开始烧烤了。好，铁们起锅烧油，开始高端的食材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忙碌了2个小时，陈师傅开始制作燕皮。热乎乎的饼干肯定好吃啊，先打开看一下，看到吗？饼干没有任何变化啊，而且还更加香了。我先给老梅试试一下。老梅吃了，给老表也吃一个，还有几个给老六吃啊。老六吃，老六也吃了，他吃的挺香的，我也要开吃了。味道好极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